什么时候？这个月十五号，你看见他长什么样了吗？没有，但我发现他的一只手上包着纱布。 我醒来之后，发现凶手不见了。路上的车很堵，后来听说是临时修路改道，我就这样捡了一条命。别害怕。 好好接受心理治疗，都会过去的。还能不能再想起来点什么？对了，我感觉他捂嘴的手，不像是农民干活的手。王队，凶手和受害人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。 王队，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咱们是不是换个思路，从被害人的身上找找看？王队，这是快递店里前两天的快递记录。王小雷遇袭是5月15号，先找5月15号的。 你怎么了，王队？没事，抓紧时间。吕志英，淘气包莫小娜、陈玲玲、文质彬彬、刘建、文质彬彬、文质彬彬的网友举报，喜多瑞的福袋不灵。文质彬彬，老马，啊，网贷现金。 微信扫码可以行啊，可以。哎，好嘞啊，身手不错啊。我送货路过，老爸拿张纸，不像是农民干活的手。不是，你俩没我命令不许吹哨。 刘佳丽出事之前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他几次出现在案发现场，绝非偶然。我觉得他是在利用韩松转移咱们的注意力。好小子，有进步啊！走。马文斌举报你组织封建迷信活动，诈骗钱财。我看你还有没交代的东西啊？马文斌，黄警官。 我是正经，没骗马文斌。要不是我给他的灵药，他老婆怀不上孩子。这么说，你还是药神啊？他到我这儿来求父求药，让我给他保密。现在这人反咬一口，还想陷害我，活该他老婆出事儿。